好，那雀屏开胡了之后，手牌似乎也不错啦。这个牌都有连结性出，剩下三张孤张是好处理的孤张，算是蛮强的一手牌啦。虽然说眼看的牌也不错，也是三张孤张，也是好处理的孤张。我这个眼看牌很好啊，好那个一二锁，他会不会往抽一色？往抽一色啊，那就是往抽一色，应该就没有条子，他要留了。那就再猜吧，有那就要做抽一色。但我这个牌条子来，我会先打西风，因为毕竟西风也建一的啦。好，碰下来，游西北，因为他先猜16万很，给对给自己一个断掉自己后路的感觉。没有，可是其实他留西风，可能就是为了一张安全牌吧。嗯，应该。有打算说可能会去听西风的单，会去听大致的单调。不过这个我觉得也不需要大致单调啦。那个二锁被压对嘛，那中间连结牌应该哇再来，哇塞，这个无敌碰听了，对，再打北风，哇，这个可以碰二条、三条、五条、六条都听哎。对啊，而且可以进四七条啊，可以进17条啊，这蛮强。虽然说七条四条来的更美。四条来听五张，但是雀屏已经听7788万了啦，所以这个不过69万会不会退四笔？不会，不会，会我会退，因为我刚才打七笔没事，我照样给你退给你看。我现在学到这个就是不要有砍张情节。听了，正浩也听牌了，好，现在反而只剩两家听牌，现在志豪还没，哇，又再进六锁，听14条。打9条听14条啊，嗯，虽然自己碰断，但是还很美啊，一锁很美、欸，对啊，虽然碰断了，对啊，然后一锁没了，4条还有啦，4条也还有，没有，1条没了，对，还对，就听14条，哎，听14条，嗯，我这个字摸起来6台起跳喽，字摸发财加抽一色，那乌索还要不要碰？不会碰啊，因为听啊，那乌索还可以碰。再听那个一样一，就变听24一样意思啊。还有没有碰碰虎啊？啊，对啊，他这个牌型是可以做碰碰虎的。哦，只想到臭鱼丝，没想到碰碰虎。我们这个心肝可以大一点。志豪46条猜不猜？猜就猜就放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哇，那这个抽一色来了，哇，4把了，抽一色5台，这个我是不会去猜啦，因为你猜的，其实我会打9万，对啊，打9万就，嗯，可以打9万，因为你万值，其实25、245或24、56万抽都可以停，嗯。这其实有蛮多选择可以避免。哇，志豪这个自摸2把之后连放4枪啊，这个其实连续下降气流也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原本37000的，现在对啊，现在几乎没有优势的，这个等于自摸一把，自摸各放枪1把，2把自摸等于几乎都已经 cancel 掉了。对啊，放了雀屏姐1把，眼汉1把啊，正浩1把。刚好摸1把，还是人家3。